你那讲你自己，我哪会知？你若看伊目睭，起起啊，都袂振动，面甲手是点起起，我唔知去是讲伊死去啊。你讲，你免担心，我以前啊有淡薄仔饥荒之时，我来找一寡药草，等下庄庄咧，庄姑娘啉，伊会病真紧会减轻。哎，小等下，外口雨啊，落遐尼大，你即马落讲是毋是暗雨呢？ 你是咧笑啥物？阿舅公，想到你来关心我咯。当是想咧关心你，莫讲外面是落大雨，若总讲是落冰角，也是落倒落阵，我嘛袂插。小姐。 你脾气实在足歹的啦，啊！罗公主的脾气有那是伤好啦，迄若变换做我吼，早就甲你比比。那你是扮啥物？嗯，我是啊，那毋捌。小姐，你逐遍拢讲我是一个戆头戆脑的戆查某囡仔，其实呢，我爱讲啦，我啥物代志拢看啊清清楚楚呢。罗公主吼，爱着你啊啦。 到底是咧后边讲啥物？小姐，熟识公主几年情，见面就怨天性，空气真差，将你听，太多朋友冷。 真像阿兄所讲，已经暗暗啊去爱着我。
家就是得要来劝架，你千万不可伤害到江碧珠。太义真，你在天，我在地，你甲我井水不犯河水，我的代志你较莫管。嗨，我来予人来遮劝架你，这完全是为着好意的呢。哎呦，你哪会这么不碰巧呢？无唔对，恁老母、鬼母本是
畸形、朽骨了，俺是修炼数千年，练就起死回生之术，独行深沟。也唔过，不行正道，作业无数。有一日将会走到天界，也那你好。我呢？你，甲鬼母都无同款。一来，你接下不清；二来，你有鬼魂的道气在。你若肯改头换面，日后嘿，天仙尊讲无希望来讲，地仙真有可能通我收，这绝对无问题。既然你甲是老夫的朋友，你的话我啥都相信。我要相信不相信是由在你的咯。我跟你讲，张辟之、殷安、叶俊英，伊是朝廷的栋梁。啊，那张辟之吼，伊命对主宰是靠命夫人的福气。啊，你若要吼无害吼，嘿，你是诛天杀生之祸啦。叶将军，你豪气万丈，忠心爱国，何愁立德不变？元帅过奖了。本帅已经查出土匪头目乌平乌精带了3000名的人马，屈就在庐陵山顶。我将元领兵来去剿匪。可是，庐陵山地势险恶，南北去上山顶一定会迷路。元帅，我将的手下有一位军师，名叫陈球，伊乃是庐陵山下陈家村的人士，伊对庐陵山的地势一定真熟。元帅，请拨下1000个人马，我将即时就来去。1000名人马，安尼敢有够？已经有够。匪徒虽多，也毋过全是一挂乌合之众，不足为惧。好，本帅立刻传令，明日带1000名人马到庐陵山下走位。遵命。听讲哦，林元帅用兵如神哦，咱大家吼要更加小心哦。来。那即款你免惊啦，一来咱庐陵山的地势险峭，二来有咱兄弟在，只要伊若敢来吃，准着伊百万的大军啊，要杀到伊家庆不留。哎，老弟啊，大山哦，唔通讲啊头前哦，啊自从林元帅出兵以来啊，咱这兵马唔是看了伊，唔是惊啊一粒弹药要破去。大哥，那这你放心啦，到时伊若敢来吃，伊甲带人去干拼，我秘在边啊关前都会使啊嘛。哈，什么呀？啊，哦，我来去甲人拼命，啊，你才要才关山看要烧炭。无，大哥，我话讲啊未了。嗯，我的意思是讲。
身躯拢是汗，敢若受重伤的看。是做梦，也毋是真的啊！恁哪都遐尼紧张？不过，自从准娘去投胎，我从来都毋捌亲像今日安尼，心肝头乱糟糟。准娘一定出代志啊！玉主姐。上克主，今仔日若毋是你引来官兵甲落户，有好也不错。我今仔日要亲目睭看你自投死路，替我的老师有好报仇。